感知，记忆，想象。记住啊，要拉长线，找大情。有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一种引力所牵引，忘掉苹果的颜色、形状，甚至是它的名字，把自己当做一个外星人，看到什么就画什么。去观察，去发现，朦朦胧胧，从不停歇。如何画风？怎么表现空白？假如风没有吹到树，便不知道有风，对不对？雷诺兹曾说过，屋中有画，等于悬挂了一个思想。They say that I vilify them and distort the truth. People always want to get apparent meaning out of everything, don't they?可尼采也讲过，艺术不应该是思想的图解。世界从不止一面。听见风声，快点快点，风声来自山谷，来自山谷和心间，是藏的社会，藏的安慰，纯玄在天。四不像的归纳，都在丈量意识宇宙的宽广。艺术是自然的右手 ，Art is the right hand of nature。画是无意之师。我在大理石中看见天使，于是不停。没有可怕的深度，就没有美丽的水面。波浪装载着土壤深处的一切色调。世界是真理的谎言，记忆近乎道。每一次记忆的磨砺。个人身心的羞耻。直到最后你会发现，正是这股少年时的引力，正是这股少年时的引力，指向生活表象下的另一个世界。历史从来不是一条持续单向的河流，持续单向的河流。那源头活水早已汇成一片汪洋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所有伟大的同行者都与我们共处这同一片海洋。月儿的裙子。